大家好，我们是 Lollipop M。 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就是来推荐一下一个很好的电影，它叫做《天后之战》，就是它。我脸不见了。哦，对，脸不见了 ，sorry。棒球社就剩我们三个了。虾米，你们三个？这个主演是我们的好朋友倪安东，那女生就是刘湘慈。对，而且这是在讲一部棒球的故事。千里眼顺风耳。你要加强你中精力、视力。五爷，你的特色是气势、力气。七星步，你可以像雷霆系一样灵活。雪妹，你守三垒，用你的眼线电死他。德桃，你的剑指是你的武器。这应该是你今年第一次安打吧？我觉得你应该要转场啊，卖便当。还是都精神和战力最重要。来。那我觉得这部片呢，感觉就非常的热血，然后很励志，因为它是说明它是真实的故事嘛，欸、对，说明一群就是可能一开始默默无名的小人物，爱打棒球，爱打棒球而已，但是呢，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梦想，有一群人他的力量，然后呢，过了一段时间，经过努力，他们终究是会成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小月，对，而且听说这次的演员呢、啊，其实都是素人，就是。他们没有演过戏、这次可能是经过训练，然后从很多国中高中里面挑出来的学生、然后来演这些角色，我觉得其实应该蛮特别的。金融旗是相当相当不好打进去的、因为我对棒球有稍微一些了解、所以我非常想看天后之战。我这是球曲球直球下头吃全球好啦，总之呢，我们三个就推荐大家去电影院看这什么戏勒天后之战，赞啊。天后之战，赞！